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我的英雄学院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角色呢是绿谷初九，还有他的身后四个小伙伴，当然少不了我们的爆豪圣戟，两只手上面呢是这个手榴弹的造型哦。然后呢，旁边这个呢绿绿的这个舌头露出来这位呢是这个蛙吹美女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好可爱啊，两个大眼睛在上面呢。哇，真的还有脚丫子都做出来了。那我们后面这位是烘焦洞，据说呢它可以释放火焰跟冰冻的功能哦。然后这位呢，这位美女呢是这个绿茶子啊，励志绿茶子。我怎么每次都把它运到御茶园去了啊？这不是业配 ，anyway 是没有这个代步工具的，所以我们目前呢要来招一下车。有没有好心的人呢可以带我们出去玩一下？我看到一台车开过来了，我们跟他招手一下。哎，这位是太太，太太想跟他借一下车子。我想要借一下车好不好，带我们去我们的洛圣都玩可以吗？他好像在听音乐自嗨耶，他好像在自嗨。我觉得我们要来硬的了。你讲什么？我听不懂他讲什么。等一下，另外一位上不来，而且还头发还插出去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来，没关系，跟随啊，跟随啊，跟随。我觉得这可以耶。我还没考到驾照。来。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跟随，可以，你可以的，不行啊啊！我不是故意，的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我们走正路回去，我们这样开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跟上，可以的，我知道你可以 ，Come on， 我们需要再多一点车子。不然你去上另外一台车好不好？我们是跟这个挡住，快，拦车，上他的车，坐得下吗？我只是要借车，我没有想要，怎么开打？这么快开打了？不要这样，我只是想借车而已。哇，火箭筒都拿出来了。夹到车门了啦。糟了啊，你不是不怕火吗？这怎么帮他啊？你给我站起来。你怎么又烧了？怎么又烧起来了？我来帮你拍，帮你拍，快滚一滚啊！另外一个也烧起来了，火烧青蛙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太靠近了，快救火！快！消防车，好险他没有挂。这台车。救护车应该可以啊，消防车应该可以坐得下啦，上车，可以吗？我看起来是可以哦。后座还有一个，不要啊，不要射啊！打他就好了，不要射他啊！算了，我们需要另外一台车来啊！救护车可不可以坐啊？我怎么出去玩都觉得很困难啊。来，这台车应该可以，这台车可以。上车！往前开，坐得下吗？后面应该可以坐五个人啊，很凶
上来上来上来，上不来了。哇，那台车还给我甩尾，快上车上车。我直接开走了。我怎么撞到车？啊，撞到人了！快快快快快快，快逃离这里！等等，我发现另外一台救护车了，快上车，上他的车，上他的车。哎呀，哦，哎，你撞到人了啦！哦，头卡住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台车可以上车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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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他来，他来了，快走，快点，不让他过来！我还是被抓了，打他，打他，打！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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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哎呀，别撞，别撞，别撞！别撞！你干嘛跳一下？赶快上来，快快快！OK,Let's、okay, go! 我往市区开咯。呼呼。抢到一台消防车。欸嘿，这么快就到市区了，一定可以的。哎呦。哇。怎么出现三只三只雨伞标，等一下，啊，迈尔来了，迈尔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受到了这个麦特的追赶？我怎么被扫一下就挂了啦？我队友不给力耶。好了。我们的麦特呢，身为洛圣都的超级英雄，我们要跟他 PK 一下。我为什么他在上面？来来来来来，我的小伙伴很多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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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打我啦，又不是我开枪的。哎呦！哎哎哎哎哎！哇 ！NPC 打一下。打他！哎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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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走 ！NPC 打他，打他！哇！不要追过来，不要追过来，不要追过来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哎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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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能让你打死我！哎！快快快快！哎，我不想跟他打啦，他是我的偶像啊，他是我的偶像。他打警察了，警察对我射击耶。等等等等等，哦，还是跟他打一下好了。人呢？你在射哪边？我在这里呢，等一下我换一下武器好了、哦。哎呦，刚好在射。哎呦喂呀，干嘛呢？虽然说你是我的偶像，也不可以这样子欺负人啊！哎哎哎哎，啊！哈哈哈哈，这太牡丹了。好了，各位。我们的模组就要到这边，我是江江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一下。那影片先到这边咯，各位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